阿嬷，你是不是想要讲啥？讲，你讲，阿嬷，你当然是不是叫我讲说，我细汉时阵你拢在叫我，你会记得着我阿嬷？ 你是不是在烦恼我？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，我甲姑娘婚礼一定会如期举行，而且阮嘛会照你的意思，甲婚礼办甲真清。是阿嬷，你会赶紧甲身体照顾也好，安尼才好多替我甲小金出席婚礼，做阮的证婚。阿嬷伊看起来足忝的呢，伊今日就拍表练是讲话，先阿嬷休困啊。 好啦，小金，我先送你回来。阿信，你马上找你回去好啊。你是在看啥？你动作我就会给你知哦。我这叫做服从上级命令，行啦。 讲实在哦，唔知影讲你有风度，还是好欺负呢？啊，孙小姐，你对待你，你结婚愿意，要结婚礼物送伊啊？虽然孙小姐对我真无客气，啊，不过姑娘是我的朋友，是你的大兄啊。因要结婚，当然要表示咱的心意，送伊结婚礼物啦。所以你讲到敢那足戆的，我是个性好，不介意计较无。个性好嘛是有一限度啊。你哦，对孙小姐，伤过吞论啊。 请新郎替新娘挂手指。刘慧，是不是介意挂手指？我送你。无啦，我哪有，行啦。 其实我一直拢想要送你一个手指，互别人知影你是完全属于我的。啊，不过我伫提袂起这个勇气。今日拄好有这个机会，刘慧，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我，互我陪你行半世人？咱不是已经交往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要正式向你求婚。 我真正就介意你，我希望你会当做我的避风港，做我的太太，做我囡仔的妈妈。我想要永远跟你做伙。因为是不是因为？
你认为咱俩的感情不够坚定，所以想要继续考验我，还是讲我做了不够好，我都给你安全感？一定是安尼。我本来搁了阵讲，我已经付出真济啊。我本来阵，你已经了解我的心了。你已经做了真好啊！对我来讲，你是一百分的男朋友。我跟你做伙，我真正足快乐，也足有安全感的。我绝对无怀疑你对我的真心。你讲的是真实。放心，将你家己教好我。不管你伫什么所在，只要你会记的，我永远拢是你的避风港。我嘛用我的性命保证，我这世人会永远爱你、保护你、照顾你。跟恁两个笑容，我看了比恁搁较清楚。我唔是要甲文良比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有机会，会当看到你款笑容。像你白人的笑容，唔是随时看有呢，我当然要给它珍藏起来，永远藏在家。我咪是同款，我会甲恁两个快乐的记忆，永远记在家。把我放下了，啊，若无，我这次也无特别着真爱。你等一下，伊答应我求婚啊，伊答应要嫁给我，你看。你去带妹嫁我，你带妹嫁给我啦！你安尼，大家拢在看。哪要紧啊？这么欢喜的代志，就是要让所有人知影啊！你看，你带妹嫁我，我两个要结婚啊！我要结婚啊！电话啦。喂，金雕，是不是有啥物好消息要搞搞？应该，我找一个让消除光碟片干扰的方法啦。一片光碟应该有机会当还原。真是嘞！我马上到你公司等你。英姐，是甚物代志啊？我摕到一卡证据啊，无条条当还原阿妈发生意外现场，不然证据确定我才甲你讲。信心秘密，你家己解释你的。是未来的李太太。行，咱来买礼物。爹妈，讲起来吼，你真正是真好命呢，后生啊、新妇、阁有孙，拢真友好。阁你迄未来孙新妇啊，我看伊哦，那常常来病院来关心你呢。
吼，听讲因两个人啊，吼今嘛紧要结婚啊哦，啊两个人徛做伙吼，实在是真速配。老爸妈，你的血啊真正常哦，你先休困一下哈，等一下我去提药来给你吃。你是会当把结婚证书断掉，啊，不过你是唔通连我嘛断掉。我甲你是同命红阿婆，我哪可能会断掉？你哦，为着要转去李文良身躯边，竟然含这款纠缠家己着血缘的白贼拢讲会出嘴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，我甲文良婚礼一定会如期举行。而且我嘛会照你的意思，把婚礼办得真正样。下。你。你以后一只皮车过来，你搁嫌慢。这件代志真重要，我当然紧张啊。你也未处理安怎？还未用好啦，这无好处理呢。当然嘛无好处理，若好处理我就家己处理啊。连警察局那边哦，拢直接讲我做处理呢。哦，我是想，你莫替我甲一般的工程师比好不？其实我已经有家一挂干扰讯号摕掉啊，你看。啊，这段情况不清楚啊！你妈着急，今麦差不多才恢复30%尔，所以也不是真清楚啊。哎呦，较尽力，发挥你的功力啊，拜托呢。这唔免你讲啦，我已经把阮爸的医学院头要杀掉啊，就是要专心来处理你的代志。妈子啊，这个代志要靠你，今麦剩无48点钟。我知啦，我会尽全力。讲查囡仔人住病院，到底是爱用什么？我看到就买，看到就买，啊买买规大堆。姐，有病嘞！我来知，啊你问要创啥？伊三几天都无倒转来。我想一定来找你啊！我无问你是要问什么人啊？啊，你问我，我是要问什么人？啊，幼米啊，你也无惊我啦！来啦，饮茶啦。是啊，你来手一直拖，啊，你面色无通好哦。我面色是要偌好啦？我这个家庭已经变到安尼啊，我的人生都要毁掉去啊！你可无想啊？这秘密我瞒遐尼久了，你是安怎袂较早甲我讲的？我安怎都想袂到讲伊做出这种代志来，更加想袂到的，就是伊的查某，竟然是我家庭认识好姊妹啊，招弟啊！你哪袂甲我讲？你哪袂甲我讲啦？你哪样替你我瞒这代志哈？哎呦，是呀。等你较早知影，又阁会当安怎？呾事当时，你已经生有德啊！啊，你甲阮姊妹家庭，伫咧地方上阁有头有面的，啊，你嘛是下到底死囝无底讲，啊，无你敢讲要勇敢甲爷爷出来，啊，甲阮姐夫变面？当初刚调转的记者会，伊讲无想伫外口查某，我听了心肝是艰苦的。伊当初是招弟啊！伊安慰我，伊开破话听，伊讲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，伊叫我原谅无上啊。也毋过我即摆想起来，伊根本当是要叫我原谅无上啊。
伊是咧替伊家己求情，叫我放伊煞。是啊，但手弟啊，你唔免惊伊啦。但伊也无入来恁厝家的大门啊，啊纸头无字，纸尾无名，伊也无再来甲你相争什么啊。啊，你都家己安尼，心肝甲放好开，好好啊过你的日子，莫安尼想东想西，啊想的有诶无诶，想袂开，安尼目屎流目屎滴。你无大了解一查某人的心情，那你讲，甘愿打厂袂使，嘛唔愿甲人讲结婚事。哎呀，无遐严重啦。单恁这三十多年来，嘛是家一个家庭，安为何甲足完整的？啊，但阮姐夫嘛无伫咧外口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敢毋是？袂用安尼讲啊，伊甲招弟啊，生查囝已经正伫大汉啦。伊敢会影响到阮的家庭性？第二，即马要生囡仔，都是伊的孙，伊敢会较疼痛心？再来过来，幼爹甲幼妹敢会拢唔知这桩代志？到时因是安怎看待这老爸？是安怎看待我这老母？是啊，都莫哭啊，莫生气气的啊。咱莫搁想啊啦，你着无想无用，愈想是愈用啦，煞煞去啦。代志呾到一坎站来哦，你着爱真正想好开啦。啊，通常哦，翁婿啦伫外口偷食娶细姨，做某的伫咧厝内面拢嘛最后一日才知影。但一寡遐亲戚朋友啦，人都无咧食饱想闲工，专工走来甲你报告。啊，人都毋是甲天照大光，调一个要得失冠顶，啊，调一个阎王啊，戆打戆打啊，一直冲，啊，冲来甲恁兜甲幼米啊呛住，啊，拄好才注视，拄好互你听到，啊，无阎王啊，无暗算讲要当面讲互你知。哎，我咧想哦，阎王即马心肝内一定啊对你感觉真歹势。富贵啊，你有甲阎王讲幼米是个查某囝无？无啦，我就抓这件代志，我一字我都拢无讲。无就好啦。可是讲，阎王若想要把幼苗抢走，就等于伤悲伤害我的家庭。我把幼苗当作是家己亲生查某囝共款。我即卖已经失去我红婿，无上啊。可是我若搁失去幼苗，我一世人都唔知要安怎才好啊。吃吃吃，来，吃这。小姐，小姐，咱讲实的啦，即嘛通这个世界上哦，独独咱两个相听有味啊。啊，较早哦，恁拢掠准讲有味啊，去抢人个红线唔对，啊，唔是甲拍就是干吗？你敢知影？我看你目睭内，我是感觉体大唔得的。是啊，那你即嘛知影真相啊吼？是黄丽丽因老母生对不起你，破坏你的家庭，幼米啊，才去破坏黄丽丽的婚姻，这叫做一步行一步。富贵啊，你哪会安尼讲？这是两回事呢。是安尼咧两回事，叫做因果循环啦。都你甲想啊，事当时，黄兆弟若卖做迄款失职代，卖甲黄丽丽生来。啊，黄丽丽都无才调，甲幼米也抢陈志辉，对无？但幼米也受偌可怜嘞，伊老早就知影招弟啊甲阮姐夫的关系，伊拢吞吞来，唔敢甲你讲，惊你会伤心。啊，唔管你安那甲拍，安那干妈，伊唔讲就是唔讲，你看有甘心？就连亲生的都无一定做会到，咱讲真的。啊，伊的三五时啊，走去找黄丽丽淫乱哦，一半是为着家己，咱天龙讲一半是为着你。啊，就替阮母仔囝抢支付啊，伊总袂用去给阮母仔囝好好食饭啊，对无？伊安尼遐尼用心用苦，啊，恁拢讲伊自私不守家，啊，有一寡委屈拢藏在心肝内，无地通去透。啊，毋则三五时啊，走来找我讲。你看这个查某囡仔有可怜，有使人感动无？啊，你甘免听伊，甘要放伊家己一人，但要孤军奋斗。啊，人讲哦，
大某交手时细姨无权利啦。啊，若黄少芝甲黄丽丽因的口罩若愈好嫁哦，就表示阮姐夫咧写你的面子，伊拢起价去变价，拢无咧顾你一口罩。啊，我甲你挂保证啦，阮姐夫参少芝吼私底下一定还佫有咧偷来暗骗。好啊，来，阮家代志我家己处理啦。我就是惊你袂负担处理啊，到时阵真正一翁一某无人知，啊一翁两某下三代，啊县长夫人就可悲哀。对，你看啦，这面巾啦、起膏、起面啦，哦，啊，搁有这洗头脏的啦，啊一挂六个十个物件，规大堆，你敢知迄庙为虾米啦？就是庙有米的啊，有米也昨出代志，即马大病院紧急咧安胎啦。啊，你哪唔得较早讲的啦？啊是发生虾米代志？什么时阵啊？啊，讲开话头长啦，都飞机这件代志哦，会发生，拢是因为黄丽丽啦。好啦，你叫带我来找伊啦，紧嘞。好，我带你来找。行行行。我了解，多谢你。小金，这是咱的结婚手指，你看麦，看你有介意无？这手指足水的，我真喜欢。姑娘，多谢你。应该说多谢是我才对啦。啊，这段时间阿妈破病，你病医公司安尼上明早，搁处理咱的婚事，真正辛苦你。这无算啥啦，会当嫁予你，一切都拢有价值啊。我总算等到这天啊！本娘三代两天后拢是我的啊！加上你有这麻烦，已经给我解决了，这应该算是三喜临门了。你看，那钻戒哦，足大粒的呢！我就希望会当像小金安尼，找到像你总经理这么好的 Mr. Right。三八燕，你们帮帮忙好不？麻烦你去照一下镜，参像你这般的哦。无查甫人会送你钻石了，若是有送你，就代你招，你就爱偷笑。喂，孙小姐，我这是刑事局，你报案抓的迄个新闻庆，伫阿桑地检署的途中逃走的。我已经发出通缉令，伫抓着伊的进程，你家己爱较注意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小金，看到面色怪怪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警察打电话来甲我讲，新文庆在阿桑地检署的途中逃走去。哈？这个警察哪这么无细腻啦？恁过两天就要举行婚礼啊，伊不知敢会来现场乱无？我来请警卫在婚礼现场哦，注意安全啊！若是有发现讲新文庆的行踪，就随报警。请问小姐，你家己爱较细腻啊？我知影。新文庆在这时阵逃走就趣味啊！事后，伊若是甲孙小金安尼狗咬狗一嘴毛，就精彩了。总经理，小金，阿阮先出去啊。姑娘，公司该交代代志，我拢交代好啊，无爱先倒来去。看完，我待会再去找婚礼顾问公司。好啊，啊无你家己哦，爱较注意安全嘞。代志处理好，随敲电话我，我过去接你。咱到恁来看阿妈。新文庆知影是我报警抓伊的，伊的个性绝对无可能放我煞的。我
我是要安怎？心情泡咖啡，陈太太，感谢安尼。对哦，得去造船。我唔敢哦，警察入去，我当然爱走啊。啊，不过你看到我，敢若无啥欢喜。还是应该讲，看我给警察抓去，你就欢喜。无听到，是你甲李文良两个联合去报警。我只是你的助理，你甲我利用煞，就甲我当作笨手蛋条，干嘛呢？不是啊，我啊。既然你对我无情，那呢我也无需要对你讲道理。你知影我一个人上惊孤单，不管我的下场是啥，我拢爱你陪我做伙行落去。阿玲姐，真正不是我联合文良去报警，啊，嘛不是我叫人去抓你的。你卖搞什么骗我？只有你甲我知影，咱两个约在遐，不是你去报的，是谁去报的？一定是遐阿生伊做的啊！伊早就怀疑咱两个关系并无单纯，所以才会叫文良来啊。哎呀，无定，就是要抓咱两个暧昧的证据啊！你想看卖嘛？若真正是我报警抓你，我直接叫警察来就好，我哪有需要叫文良来啦？相信我啦，我甲你是坐伫同一只船的，我绝对无可能反背你啦。我要想办法把他搞破出来，是安怎拢无消息？这款代志总袂当我家己出面，我正在想办法要找人头替我处理呢。你若拖到这，真会当怪我啊！咱真正是安尼？真正的，我有必要骗你啊！我暂时相信你，啊，不过你以后上好较注意迄个阿信，莫阁害我去有警察抓着。这我知影，啊，不过咱是爱注意林英杰甲彭丽君这两个人，因一直想要调查我的秘密。伫婚礼之前，我一定要防止因去想要用什么招数来对付我。你哦，你莫搞到三公。我现在已经拢通知啦，我是要安怎甲你斗相共？搁再讲，甲你斗相共对我有啥物好处？咱毋是讲好啊？等我甲文良结婚了后，摕着三太的钱，咱两个就做伙离开台湾啊。
想袂到，我予警察抓去，你还阁把这个机票留的，看起来你对我真正足有心的。好，那呢我就替你甲李英杰甲彭丽君订好案，有啥物消息，咱两个随时保持联络。我即马洪通知，这张机票袂当用啊！我要想办法逃脱出去，才要甲你会合。小金，我歹听话打正经啊！你若是敢欺骗我，也是想要变鬼变怪，我就会走去你甲李文两个分内，把你所有的代志拢压压住。我会讲，你会暗是假。甲我结婚是真的，啊，搁有害头家嘛受伤的人嘛是你，你应该知影，我对我的敌人是绝对袂忍心的。这我知影。等下刘，我先来走。哎，刘，稍等。小姐，你先摕身躯顶用啊！啊，即马你住伫倒位，我会当甲你联络啊。你唔免知影我住伫倒，这是我临时的电话号码，你敲这个号码就会当找到我。小姐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咱两个命运是白做伙。我若是出代志，你也绝对袂平安。你是不是跟妈妈同款怨恨？所以你即摆在抗议。本来你应该伫个幸福，还阁期待中出世，结果你煞跟妈妈同款，变作是无人要伫个人。这一切，拢是因奶奶，拢是因奶奶害咱变到安尼。奶奶把我害到差点啊流产，爸爸，咱无应该倒伫个遮，咱应该去有一点仔家事。无应该有囡仔的人是伊，毋是我，我绝对袂放伊煞的。尤美啊，你袂走对，敢袂去做检查，还是走出去啊？哎，阿平的伞等你遮，一定是出去啦。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。手机我关机呢。阿平，咱紧来，甲找遐紧来。快快快！看我这个金孙哦，真正愈看愈古锥呢。等国金来慰南部的工地无用煞转来，我一定爱摕好看。伊若一看到这个金孙哦，啊，一定会心肝头疼来接受幼美。妈，饭菜已经盛好啊，啊，伊若需要，用伊先吃哦。嗯，伊阁是买变的哦，啊，微波炉安尼煮煮的就好啊。但娶到你这个新妇，唔知有啥物路用啦。干哪会晓转去甲恁老母吼斗相共卖鸡肉饭啦，也袂堪要倒找煮一顿仔好食。
妈，啊，不过指挥公，啊，我知指挥公，咱家的驾驶路吼无迄个安全装置，叫你千万袂用去开路啊火。我知，伊拢有甲我吩咐，你无需要一直讲。妈，你莫生气啦，我会甲指挥公叫伊莫遐尼保护我。啊，今日的菜是阮妈煮好，我炸转来的，而且我阁有煮一项哦。像煮的拢无差啦。来，来，你看，这吼，就是我迄个宝贝啊，金孙迄超音波的相片。阿姨吼，甲伊妈妈即马两个伫外口流浪，拢无人照顾呢。我变哪有迄个心情，哪食会落饭啦？妈，我去看家庭团好未？阿姨嘛是做人妈妈的人啊啦，有当时啊吼，都爱将心比心啦。今日若换作是你安尼有心，啊伫外口安尼无人照顾，敢好？恁哦对幼咪也真正有够超过。穿哪歹看哈？妈，啊你食过啊未？我买你爱食鱼翅过来啦。我知影你乖卡，又搁得人疼，啊是讲你人是毋是无爽快啊？啊你若无爽快，你莫安尼专工买物件来给我吃啦。袂要紧啦，我着想讲这鱼翅羹是你爱食的啊。我知影你的心意啦，啊是讲你家己的身体嘛都爱顾呢。啊，迄去产检检查了安怎哈？妈妈是啊，足关心你的呢。拄则吼，我搁摕你给我这。宝宝的超音波照片，安尼一直伫看，一直伫看，啊是讲哦，迄检查出来是查甫查某的哈？啊，已经确定是查甫呀啦。真正是金孙哦，安尼就是阮陈家大孙安尼。是啊。真好真好。啊是讲哦，迄检查出来是查甫查某的哈？啊，已经确定是查甫呀啦。真正是金孙哦，安尼就是阮陈家大孙安尼。是啊。真好真好，妈，鸡蛋烫好啊，你来吃饭啊。等到你问较好吼，我都枵死啊啦。人幼咪啊吼，买这鱼翅鸡要来我吃啦。那呢，我先等你房间啊。啊，你要做阮陈家的媳妇，要做这间厝的女主人，你是捌礼貌也唔捌哈？人幼咪啊来呢，啊，煞袂晓去切一仔水果出来招待人客。啊，妈。唔免啦啦，奶奶目睭也看无啊。伊若是无说伊去切着手，我敢若是加予指挥怨叹的啦。但伊敢敢怨叹？啊，当你腹肚内底这是查甫孙呢，敢若凭这点吼，都予我足欢喜啊啦。阿妈的乖孙呢，你若是出事吼，阿妈一定拍一个诊所便予你挂，还佫帮你做红卵啊、油饭啊。尤米，你真正足够的呢，啊头一胎哦，就生查甫。假使我的囡仔若是保袂掉，奶奶的囡仔万一阁是一个查甫的，那安尼我毋着啥物拢无啊？拢是伊害我变成即卖安尼，我一定要去试看卖这种滋味。趁小咱做伙食，好。妈，这是要买予你食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啊，遮紧就要走？啊，你家己日路都还较细哩啊哈。大间店爱放予你来咧顾，
拄只安尼啊，感觉笑落面的吼，不做梦吗？像像你安尼哦，人客物件搬了了，你嘛唔知啦。爸。阿嫂，你莫甲我创治啦！啊，这大门口拢有一个感应器啊！啊，若贼啊摕物件哦，若无来消磁哦，啊，行出去就乒乒乒乒，啊，我会醒啊！啊，搁再讲哦，阿嫂，我做送头路的，我爱替阿嫂你开车，啊，我爱替机场买票，啊，我爱遮顾店，我哦是听我两位变过啊。哟，就这你以为吼？我敢无时间咧做，啊，想那我精神才好啊！人咧讲吼，成功的人就是找办法啦，啊，若失败的人咧，甲你同款啊，找理由啦。你这个性人，唔敢我甲你讲，你一世人欠干啊。阿嫂讲是了对，阿嫂讲是了对，我会改进。阿嫂，你看，你想。其实看起来无好，敢那是破病啊！阿嫂哪有可能会腰痛？腰痛会破病？阿公公伊去有迄桃木剑刺到，还是去照妖镜牵到？是毋是有一个零钱包袂记放伫遐？哦，好啊，敢袂用请？敢袂用请丽丽甲我送出来？我伫个银行啊口的超市外口等伊。好，等下嘛。